生活好似系一座座嘅孤岛，看似系互有相连，其实系互相阻隔。人与人之间，每个人嘅相遇都好似系有意义嘅。人来人往，经历过好多事，以为可以延续落去，但系到最后又无疾而终。人生好似系漫无目的，读书、测验、功课、考试，充斥住每一日。无尽嘅奋斗都被赋予意义，看似理所当然，但系又沉闷不堪。直到有一日，呢啲日子终于都完结，你终于都脱离咗呢个枷锁，好似毛虫破蛹变成蝴蝶咁，展开咗新嘅生命。望向前方，是一望无际的蓝天，俾你可以随意咁样飞翔去每一个角落，感受呢个新生活的幸福快乐。你的生活从此有了蜕变，你不再孤独，将会在这里遇到新的朋友，亦都会在这里经历住很多截然不同的新事物。这些感情将会不断咁样延续下去，这些回忆足够俾你回味一辈子，难以忘怀。你的人生不再毫无意义，你会找到你要奋斗的目标，你会寻觅到同你一起奋斗下去的人，你会见到你努力的成果，你会编织出人生的新一页。八月中，等我们一起感受这个脱胎换骨的蜕变，等我们随风起舞，交织出这个最动人的一幕。人生的新一页由这里开始。